Melaka. Okay, 我们到相机王啦，今天要来清洗一下我的那个感光元件。这是我们最新的自拍底片相机。安静。但是我自己发现，一直都吹气。哦，那吹不掉。对，下次不要这样吹，因为它那个只是稍微震动一下，它是把比较大颗没有粘比较紧，会把它震下来。可是因为感光元件上面有一层粘性，所以它小颗很难震下来。我来干嘛？周笔的。哦，对，清完之后。所以它本身到没有到伤到里面，目前看起来是没有，就是在表层这样子卡了。对，可以说你要先试一下。哦，对对对，好，那我再进去看看。对，应该是有地洞。升级就离开了，来一台。可以来开箱。多少钱？在明明买的3500。去掉一个零。好。来了。好。这个不用拆，对不对？不用，都不用，都不用。它在转吗？在转，它会到一个底。哦，零零件好可怕哦。有没有零件？滋。好，按哦。再看。对。好帅哦。你看，我就关起来。哎，那牌在你手上好小，好像假的。来，我直接这样关。哎呀，我那个的，200会按吗？南港展览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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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